在疾管署统计资料中，今年一到九月底，国内艾滋病感染人数为1702人，平均每四个小时就新增一名艾滋病患者。感染年龄层以25到34岁居多，70%以上是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所致。他一旦罹患之后，其实终身都要吃药，那一年的药费哦，要高达30到35万这之间。作为人医守护啊，要告诉大家，艾滋病要如何有效地防治。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林昌宏医师。在刚刚的影片当中，提醒了我们台湾艾滋病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每四个小时就一位新增的个案，而且这些患者多数都是年轻人或者是青壮年，其中所衍生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健康问题，更会影响到整体医疗资源的运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台中慈济医院感染科廖伟智医师来跟大家介绍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以及有效的防治方法。廖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大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感染科廖伟智医师。欢迎廖医师。那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之前，我们要先回复昨天自为人医节目中观众朋友所 call in 进来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面这段影片。观众来电询问，颈部摸到有肿块该怎么办？应该来找内分泌科的医师，或者是外科的医师来就诊。利用各种病理检查检测肿块大小位置，并分辨良性或恶性，是不是在甲状腺里面，然后它同侧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做细针穿刺呢，可以来提供它是良性恶性的一个依据。所以颈部摸到有肿块该怎么办？如果是良性的话，我们会建议病人呢大概是定期追踪检查，但它如果是太大，有造成这个压迫症状，有呼吸困难或者是有吞咽困难，那这个我们会建议它还是开刀。它如果怀疑恶性或者是确定是恶性，那这个是要建议病人开刀的。医师小叮咛，如果暂时无法分辨良性或恶性，3个月后应再追踪检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都欢迎拨打现场的咨询专线，由慈济的医疗团队来为您做解答。12月1号是世界艾滋日。其实艾滋病在台湾是受到了普遍的一个没有受到重视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廖医师来跟我们做艾滋病的一个介绍。那在进入节目的主题之前，我们先介绍今天接听现场 call in 专线的医疗团队：神经外科江俊廷医师，一般外科谢宗宇医师，心脏内科庄明仁医师，小儿部黄宇明医师，中医部廖振宇医师，影像医学科罗宗平医师。现场的 call in 专线是04-2536-2377。想先请廖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艾滋病目前在台湾的严重性。是，艾滋病呢，其实呢在台湾并不罕见。我们常常在讲说艾滋病是一个可怕的疾病，那但是呢，我们都不晓得艾滋病患藏身在哪里。那以我们的统计数字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艾滋病跟结核病来比，结核病大概每10万的人口呢，大概有58人。那艾滋病呢，截至目前今年9月统计为止呢，大概有28000多人。那它的盛行率呢，大概都是那个结核病的2倍。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艾滋病呢，大部分都是感染那一些青少年呐、啊，或者是一些壮年的性行为比较那个频繁的一个族群，也是一个我们的社会经济的一个主力。所以呢，艾滋病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社会里面呢，会造成很严重的经济负担。是。那在进行下面的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下面这段影片，再回来一起讨论。
20岁的男大学生连续5天发烧、畏寒、全身倦怠，加上些微的喉咙痛，一度以为是感冒，就医检查才发现感染了艾滋病毒。透过跟这个学生私底下的访谈，那得知说他不久前有这样危险的性行为，所以我们的方向就朝这个部分来调查。20岁年轻人感染艾滋病毒，这不是特例。在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统计资料中，到今年9月底，国内艾滋病感染人数累计为28,173人，今年1到9月感染人数是1702人，平均每4个小时就新增1名艾滋病患者。而令人担忧的是，艾滋病感染的年龄层逐渐下降，其中以15到34岁占64%，主要是因为网络交友、毒药瘾滥用，以至于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又称为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它是由一种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所造成，在急性感染期会有发烧、畏寒、全身倦怠等症状，因常常会有喉咙痛的症状，所以容易被当成是感冒而错过早期诊断的时机。一旦进入无症状期，除非主动筛检，否则很难察觉，可能在感染后的6个月甚至长达10年或更久才有症状出现。感染到艾滋病毒后，大约要6到12周血液才会产生艾滋病毒抗体，这段期间就是所谓的空窗期。在此期间传染力强，空窗期许多患者没有症状，或是症状不特殊，易被疏忽或诊断成一般的感冒，因此患者可能继续从事高危险性行为，传染其他的人，成为艾滋病毒防治的漏洞。艾滋病毒的传染途径绝大部分是因为危险性行为所感染，其他像是公共针具或是接触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传染，或是母子垂直感染等等。因此如何避免艾滋病毒感染，还是要从正确的性教育着手，全程并正确使用保险套，拒绝危险性行为，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与心爱的人。观众朋友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都欢迎 call in 现场的专线04-2536-2377。要是我们知道艾滋病在近年来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是，那是不是先请廖医师先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增加的情况呢？是，那艾滋病呢，大概民国70几年的时候呢，有外国的友人呢带到我们这边来。那随着社会的性行为的开放，还有一些毒品流入我们的社会，所以呢，艾滋病呢目前它的传染的途径呢，大部分都是以性行为跟一个毒品为主。那我们来看这个图，那从这个图来看呢，其实呢，在民国2006年以前，95、96年以前呢，其实呢，艾滋病是以注射毒瘾为主。那随着我们的安全的针具呢，我们的一些安全针头的交换，注射毒瘾这一块的艾滋病的那个的人数已经有下降。那目前呢，主要是在于那个同性的友人之间的话，还有那双性的感染，还有一些性行为比较开放的病人呢，他会到其他的地方去国外去一些做一些危险性行为，而导致我们台湾的艾滋病的盛行率，还有一些的那个感染人数不断的攀升。嗯，那我们一直讲艾滋病哈，那是不是也请廖医师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艾滋病呢？好。那艾滋病呢，它其实是一种病毒，那本身是叫做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病毒它的感染呢，它从艾滋病病毒感染到我们人体里面呢，它其实呢就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有那种感冒的，像类似感冒的一个症状。那这个症状呢，其实就是以淋巴结比较肿大了，或是以发烧那个情况来做一个表现。那随着这个发烧的慢慢的下降之后呢，我们本身的那个身体呢，其实会跟那个身体的一些白血球啦，跟一些艾滋病的病毒呢，会形成一个平衡。好，那这段期间呢，都叫做艾滋病毒感染期。那随着时间慢慢的，那我们白血球呢，就慢慢的抵抗力越来越低。好，到后来呢，会有出现一些别人不应该得到的疾病，而艾滋病的患者得到了。好，这个就叫做艾滋病。那艾滋病它本身是一个那个英文的一些简写，好 ，AIDS 是英文的一些简写所一些缩写所过来叫做艾滋。
好，那艾滋病它本身是说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就是说别人不应该得到的，别人有正常抵抗力，但是我们却没办法去抵抗这些疾病。好，这时候就是所谓的进入了艾滋病期。嗯，所以其实艾滋是从 AIDS 这样的因这样子过来嘛。是。那我们其实大家国人可能对艾滋也不是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那所以请廖医师先跟我们说明一下艾滋病的一个传染途径会是什么。好，那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呢有几个，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常见就是性行为，好，性行为传染。那性行为呢包括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跟异性之间的性行为，那以同性之间的男男的性行为呢，它的传染力比较强。那再来的另外一个传染途径呢，就是血液传染。血液传染包括输血，还有我们共用针头。因为毒瘾患者呢，他在共用针头的时候呢，打了一个针，然后之后他会马上拔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毒瘾患者也会打共用这个针头，所以有点类似血液还没有干的时候呢，就注射到另外一个身体、另外一个那个人的身上，所以呢，这可以视为血液传染的一种。这种血液传染呢，都是传染艾滋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染途径。那另外比较麻烦的是母子垂直传染。那母子垂直传染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经胎盘的传染，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那个 baby 哈，在艾滋病的那个妈妈哈，在生产的时候呢，经过产道，那 baby 接受到母亲的血液污染而得到的艾滋病。这些都是艾滋病毒传染的途径。嗯，那艾滋病的这种症状是不是在临床上也会有分一些不同的时期呢？是，那刚刚所讲的艾滋病的那个刚开始的话呢，在我们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或者是使用共用毒品呢，得到接触到艾滋病毒之后呢，大概有2到4周会有个潜伏期的产生。那这段时间的潜伏期呢，我们没有什么症状。那之后呢，我们身体已经知道了有艾滋病毒到我们的体内了，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个急性反应，就是所谓的急性期。那这时候病毒量最高，那我们的白血球呢，一知道我们有病毒量呢，就开始去攻击病毒。所以白血球呢，它的那个我们就慢慢的下来，在战争过程中就慢慢的下来。那之后呢，我们白血球终于战胜了艾滋病病毒之后呢，我们会再回来，艾滋病病毒就会压下来了，就会到我们临床上测不到的一个范围，这就是所谓的空窗期。那空窗期呢，随着我们的仪器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精准的话呢，空窗期现在已经缩短到2至4周。那病人呢，他的急性期过后呢，他有一段的时间呢，这是我们的白血球还有办法作用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的机能都是正常的，这就是所谓的无症状期。那无症状期到后来呢，我们白血球的已经失去功能了，就会有症状出现，就会有一些卡波西斯流的症状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艾滋病期。嗯，所以患者如果感染了这种艾滋病之后，那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烧，而且曾经有过一些危险的性行为，一定要记得把这些病史、这些症状，能够告诉你的医师，以利安排检查，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段影片，再回来讨论。艾滋防治誓师正式启动。尽量不要性行为太提早，有的13岁就得艾滋。感染我们国内最小的就是因为性行为感染艾滋的是13岁而已，单一性伴侣，真的单一性伴侣还是做不到的话，麻烦最后就是安全性行为，当然设置保险套绝对不是唯一的，学校的一些性教育我们是希望继续推广，大家一起努力。随着艾滋年轻化，校园成为防治重点，疾管署与地方卫生单位深入校园，加强两性健康教育的卫教宣导。其实，在学校设置保险套贩卖机，
一定有正面或者是反面的意见。我们是利用让学生来做一个民主票选的方式，我想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醒目的教育跟提醒的作用。当他眼睛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里的时候，他会随时提醒自己，我要想到的是我要怎么样来保护我自己的安全。那尤其是现在的不管是艾滋或者是其他的性病，或者是我们讲青少年怀孕的问题。那之前有筛检过的部分吗？没有哎。所以本身对这个疾病了解吗？有听过啊，但是只要一次就会中奖，一次就会中，所以你是做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发生什么行为就对了。艾滋病的筛检有几个方式啦，一个就是说，哎，你觉得你自己是高危险群，你可以到那个指定医院去做筛检。除了指定医院以外呢，我们还有个所谓的健康便利店，就是我们的卫生所，对，它能够提供我们很多的咨询跟服务。那如果说我不想要把我的资料曝光，或是我觉得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有去做这个检查，我们也有采取匿名筛检的。那匿名筛检同样的，我们卫生所也都有执行。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匿名筛检的医院有六家。过去艾滋病有所谓的世纪黑死病，但随着医药的进步，鸡尾酒疗法是目前控制艾滋病毒最具效果的治疗。感染者在接受鸡尾酒疗法后的4到8周之内，可是血液中测不到病毒量，抵抗力也会开始提升。艾滋病患者只要定期回诊追踪，遵照医嘱用药，平均寿命跟一般人无异，只是必须终身服药来抑制病毒的产生。我们治疗一个艾滋病患，它的成本是相当的高，它一旦罹患之后，其实终身都要吃药，终身都要服药。那一年的药费哦，要高达30到35万这之间，那这些费用都是由政府来负担的。所以相对的，如果说一个病患，我们就假设说他能够存活能够达40年这么长久的话，那他这几年间总共换算下来大概要1500万左右，所以对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单纯安全的性行为不共用针具是远离艾滋病的最好方法。如果是有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族群，可以透过匿名筛检验血，如果是阳性反应，除了可以及早防止让病毒再传播，也能早期治疗控制病情，同时减少庞大社会医疗资源的支出。观众朋友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都欢迎 call in 现场专线04-2536-2377，由医疗团队来为您解答。刚才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艾滋病的筛检的这些方法，那如果说观众朋友们有怀疑自己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或者是可能性的时候，那要如何去做这个检查，而且让检查结果会不会被别人知道呢？其实呢，首先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危险的性行为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危险的性行为。那危险的性行为大致上来讲呢，大概一个月就是我们的潜伏期，然后再加上空窗期的2到4周，大概可能就有艾滋病抗体的产生。那中间呢，会不会有所谓刚刚所讲的急性期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病人是不会有急性期。那你如果是说有危险性行为之后，想要知道呢自己是不是得到艾滋病的病毒感染呢？以前都会说我们去捐个血，然后捐血中心就会帮我们验艾滋病病毒。其实现在的捐血中心呢，已经他们都知道，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一般我们医院的输血的患者来讲呢，其实伤害蛮大的。所以呢，那个疾病管制署呢，为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它在我们的很多的卫生所，还有一些6家的匿名筛检医院呢，它都有提供匿名筛检。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如果是说真的怀疑的话，我也不晓得匿名筛检医院是在哪边的话呢，其实到一般的医院的话呢，只要有验艾滋病病毒的呢，其实只要跟医师讲的话，他都会帮我们验。是，所以还是要勇敢的去接受这样一个检查，是，那免得害了自己又害了其他的人。对，因为现在的医疗呢，其实都会保密，不用担心说我验了 HIV。验了艾滋病病毒之后会被其他人知道，其实不会。是，那如果说真的得了艾滋病，那
艾滋病的治疗的方式现在是怎么样？那艾滋病的治疗方式呢，首先要看病人自己的免疫力。那当我们的免疫力还很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吃药，因为吃药有它的副作用。那艾滋病的病毒的治疗呢，有就是用所谓的抗病毒药物，也是所谓的鸡尾酒疗法。所谓的鸡尾酒就是好几种抗病毒用药 来治疗这个艾滋病。那因为有些药物呢，它都有它的副作用，譬如说有些人吃了会头晕啊，有些人吃了会高血脂啊，有些人吃了会有些肠胃道的症状。所以在我们的抵抗力还很好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其实呢不大需要使用 吃抗病毒用药。那随着我们抵抗力越来越差，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呢医师就会跟你抗病毒用药。好，那抗病毒用药在使用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得很清楚，因为吃了药就要很努力的去吃，好，不要有一次或两次的那个没有吃，这样子呢对我们治疗上面来讲是有妨害的。嗯，那所以其实民众还是会对艾滋病有很多的误解，那是不是请你还是跟我们说明一下？那艾滋病呢，其实比较怕的是艾滋病到底是怎么样子感染的。因为很多的民众呢，碰到艾滋病的患者都会害怕说我被他传染。其实不用担心，艾滋病呢就只有血液、体液或者是一些性行为来传染。所以呢，一般来讲，所谓的口水、汗水、尿液或者是粪便呢，这是不具传染力的。那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讲说，那这样子血液传染，那蚊子飞过来，它叮了艾滋病的患者又在叮我，那到底会不会被传染？其实是不会，因为艾滋病病毒呢，它是只是活在人体的一个病毒，所以到了蚊子的身上呢，其实艾滋病毒已经没有什么的传染力了。那另外的话呢，共用一些毛巾啊，共用刮胡刀啦，针灸穿耳洞啦，这一些呢，我们都要尽量避免有一些血液方面的碰触。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些那个我们在照顾艾滋病的患者呢，我们要注意哪一些？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呢艾滋病的患者呢，他如果没有流血的话呢，其实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身体的那个皮肤呢，其实都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机制。所以呢，我们只要就是说，不要我们处理他的流血的那个状况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可以了。共用餐具啦，共用那个握手啦，甚至连 kiss 这一些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非常感恩今天廖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介绍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以及有效防治的方法。唯有对艾滋病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才能够不会过度的紧张，而且保持正确的姿势，才能够避免艾滋病对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危害。自为人医，守护爱，我们下次见。日间复健中心作为身心患者从医院返回社会的转运站，有成就，他们有快乐，有一个独立自主还有进一步的谋生的一个能力，透过园艺、烹饪、家庭代工等训练技能，获得亲友认同，也有点成就感这样子。嗯，对，那就是心情上面也比较稳定。作为人医守护爱，带您进入日间复健中心，了解身心患者的努力，一起肯定他们。